为这家豆浆摊豆浆好香哦。买了两杯高桥的豆浆，对，而且还是热的哦。好浓哦，超浓的，这感觉是稠稠的那一种。嗯，便利商店卖的那种浓豆浆好喝多了。对、啊，这个蛋白质含量应该很高吧？极高吧。对啊，好好喝哦。我们现在被这摊吸引住，它是鳗鱼加玉子烧，应该会 很不错吧，很高级，玉子烧加鳗鱼，哦，好香哦。那玉子上它煎得多好，一层一层，不愧是老师傅煎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然后整体吃起来就是有鳗鱼的香味，又有玉子烧滑顺的口感。嗯，我觉得我很会讲。虾子也太肥了吧，一盘7000块。哇，我觉得它那个螃蟹大闸蟹啊很鲜啊，因为它可能海味就蛮咸的，所以你要沾那个它的酱，沾它的酱吃就不会那么咸。石桥的关东煮，像日本人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它都是鱼浆包东西，里面包那个味道好熟悉哦，但我忘记是什么了。对，我刚才吃不出来，渣就吃不出来，就是好吃。嗯，很好，好好喝，它吸汤汁，然后就很鲜香的。我觉得黑门市场最让人觉得方便的地方，是因为它有遮雨的地方，所以其实你来这边逛街也不太需要撑伞，很棒哎。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面下雨，然后雨也不小，刚刚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出来逛街这样。昨天来这边的澡堂洗澡，一个人你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自己备的话是490，你要有毛巾啊，或是有香皂什么的话，对，就是要680。它的香皂是牛奶肥皂，现在很多那个也是有那个半假的人来洗，所以好像也没差。是当地的，对对，所以其实刺青也是可以少、啊。小澡堂，所以没那么多。